Hello，同学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我平时在朋友圈会发一些大饼的资讯，包括交易的记录。有些观众好奇，我是不是转向去专门做数字货币的量化？没有啊，是这样的，像大饼这种主流的加密货币，在很多 MT5 平台上也是可以交易的，也是基成24小时交易的。我之所以发大饼发的比较多啊，纯粹是因为我个人持有了一些大饼的现货，并且随着减半行情的到来，大饼的波动性可能会加大，可能会有更多的交易机会，所以我关注的就比较频繁，仅此而已。并且我个人交易大饼也是使用 EA 交易，一方面是我对于对接交易所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当然如果关注这方面的同学比较多的话，我还是愿意花时间去做相关的视频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习惯了使用 MT5 这个外汇平台，所以交易加密货币这些我也喜欢在 MT5 上做，因为它有些属性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那么今天就再简单的聊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外汇交易。首先就是启动资金小，不需用太多的资金就可以组建一个投资组合。如果你使用美分账户，甚至你只需用几十美金就可以运行很多个交易策略，这对于资金不足但又希望尽快增加投资组合的新手交易者来说是一大优势。第二点就是高流动性市场，流动性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让你在想出的时候立即出场，想进的时候立即进场。外汇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这就可以让你快速的进进出出。第三点就是外汇市场的主要交易品种啊是各国的货币，这些货币在全球都有广泛的接受度。它们与股票或者一些新兴市场有些区别，就是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各国的货币始终都有这个存在的需要和交易的需求，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交易的品种某一天会消失，这就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领域。第四点，外汇市场24小时开放，不论何时你都可以进行交易，在全球各地的交易者都可以在适合自己作息的时间段找到交易机会，这也是我最初交易外汇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上班，我只有下班的时候才有交易时间。第五点，投资品种非常丰富，这就利于我们构建投资组合。比如我使用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交易61个货币对、25个股指，还有包括日本、欧洲的9种债券、21种主流的加密货币、4种全球期货、20多种的大宗商品，包括能源、农业和金属等等，还有超过2100家的大市值股票和 ETF。 这就让我们构建投资组合拥有了更多的选项，让我们的投资更加的多元化。第六就是透明度，外汇交易的透明度还是比较高的，投资者能够看到全部的交易详情的情况和市场动态。在一些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市场中，投资者可能就会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等，老鼠仓啊，各种报表的造假啊等等，这种造成你和大的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等的缺点，在外汇市场情况会好很多。最后一点就是没有绝对的控制，外汇市场每天5万亿美元的这个交易量啊，因此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实体包括央行在内能够完全的控制市场的走向，即便是它能控制某一个货币对，但是也要付出相当大的力量，这也跟其他的一些市场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一些市场它头部的参与者可能只是他随便的几句话就可以主宰很长一段时间市场的走向，也可能只是一纸文件整个市场都会形成牛熊的快速转换。因此可以说外汇市场没有一个主要的控制人也确实是它的一个优点。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交易外汇市场的7个主要原因，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进入外汇市场的原因和故事。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